水槽里面都脏的，阿龙歪睡哦，他都脏一身泳裤啊，七八年都找一身泳裤啊，对不对？超过半小时以上，然后呢，那个乳液这样不是不是这样抹的全身这样哦。有你讲的，我们画面都来了。只有说我老公不要跟我讲，他只要去默默的去拿了酒杯，就开始一搭一搭。点蜡烛，我们就会开始连哄带声说。 弟弟，今天不能跟妈妈睡，因为妈妈要待会要开会。每周一二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